应妃。白武士，小太监。对，我就是那个让你变成犬妖的小太监。陶公公也是被你害死的，玉儿也是为我死的。要杀要剐请便，给我个痛快的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？为了拿到神鼎，除去眼前的障碍，杀掉区区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？你太残忍了！令狐，你干嘛？打蛇打七寸，对付这种人就一定要狠。你狠了，他就怕了。他死了。哪儿那么容易死啊？说，另外那半张宝图在哪？就你也想当皇帝？休想！你来。怎么怕了？你忘了陶公和云儿是怎么死的？都是被这个女人害死的。你忘了陶公公死的时候的样貌了？他可怜一块好骨头都没有，你都忘了？今天表现非常好，本王很喜欢。哎，还是我来吧。云姑娘，不用了。我师父从小就教我做一些家务，我到了一个地方，就习惯把它打扫得干净一些，这样也有一个家的感觉。家？这个地方虽然是个临时的住所，但是眼下还是要把它打扫得干净一些。这段时间，云姑娘最好还是待在这个地方，毕竟现在宫里很多人都在找你。啊，这段时间。我会乔装出去的。这个是上次乐平公主那边的衣服，你换什么？公主的。你每次都女扮男装，这样太引人注目了。嗯，对了，这张感应符你也收起了，一遇到危险就把它抛到空中，我便可以感知到你身边的一切。小蘑菇被六王给抓了，我还得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。云姑娘，我不能在你身边，就好好照顾自己吧。这么说，宁妃是瓦剌派来的奸细，而云香荣是协助他的杀手。正是，只是恕小道无能，让宁妃和云香荣他们逃走了。哎，不怪你，他们在宫中潜伏这么久，弄出这么多乱子，现在终于不能生事了。何况若不是你，指不定哀家也被他们杀了。你是有功之臣，无罪。谢太后。哎，
这半张图，你也拿去吧。这宫里一旦没主，就不清静。现在，哀家信任的人也没几个。你拿着图，我放心。多谢太后信任。道长，不要忘记，皇上不在，哀家才是整个皇宫。 甚至黎民百姓的主宰，天下事，哀家一定也必须做得了主。太后的话，小道谨记在心。啊，只是小道还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小太监小蘑菇曾经变成过犬妖，他的嗅觉异于常人，能够闻到常人闻不到的气味，特别是侍女图的麝香气味，所以对于寻找另一半的侍女图。 小蘑菇至关重要。一个小太监而已，把他指派给你，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眼下这小蘑菇被六王给扣了。他扣留小太监，多半也是为了另外半张图。你放心，我会向六王要人把小太监要回来。多谢太后。<笑> 小蘑菇，都有谁欺负过你，把他们都杀了吧？杀？肯定杀呀！只要你跟着本王，听本王的话，本王保你享受荣华富贵，每天都可以这么开心。<笑>还有开心呢？<笑>猪蹄不错。哎。 哟，小公子，生得好俊俏啊！快来摸摸奴家，看看奴家哪儿脆弱啊！不好吧这？ 我今天特别开心，元儿，我好想你啊！天目童行踪如何？回禀太后，没有发现异常。那于大人情况怎样？皇帝可有下落？目前情况还是不明。于大人这只老狐狸在宫中时总是背后敲打我。 小公子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不是不是，你们别闹别闹别闹！哎，再睡一会儿嘛！睡什么睡？哎哎，小蘑菇，昨晚那么努力，爽不爽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，还是个厨儿。 急报！急报！皇上被抓了！急报！急报！皇上被抓了！什么？皇上被他们抓住了？这消息千真万确。是。太后。 宫中不可一日无主啊！皇上刚被抓，你就想着另找人代替？皇上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又没死。太后，皇上被抓，我们每个人都很着急，也都在想对策。您老也顺顺心，但是我觉得皇后所言极是，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呢。于大人。
臣营救不及，皇上被瓦剌俘虏，臣罪该万死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太后，臣这里有一份密诏，是皇上出征之前交给微臣的，嘱咐微臣不到关键时刻不得拆看。臣以为现在是到了关键时刻了。若朕有不测，持有日月神鼎的皇族血统继承大位。拿过来。是皇上的手迹。于大人，这么大一个秘密，你竟然还瞒着哀家。是皇上的旨意，臣不得不遵呐。太后，这日月神鼎得去哪儿找？难道找不到神鼎，这君主就不立了吗？按你所说，该怎么办呢？臣妾认为，眼下最适合继承王位者是六王帝。臣妾认为，应该封六王帝为皇太帝，占理朝政。于大人，你觉得呢？臣以为不可。既然密诏是这样写，那皇上就一定知道，这日月神鼎一定可以找到。我们应该遵照皇帝的旨意，拥戴持有神鼎之人继承大统。于大人言之有理，就这么办。这鼎根本是没影的事儿啊。行了，后宫还是安心各司其职吧，希望皇后不要逾越了规矩。是。于大人收好。六王，我听说你抓了一个小太监，正好是天目童的徒弟，有什么过节，看在哀家的面子上，赶紧放了吧。哦，儿臣完全不知此事，儿臣怎么会跟一个小太监过不去呢？定是儿臣的手下误抓了他，等儿臣调查清楚，放了他便是。如此甚好。太后这回怎么？孕，据我多方打探，她很可能早产了，而产下的孩子也极有可能并没有死。那您是说皇上很有可能还有一个皇子在宫中？对，现在想来，皇上明着是要我调查李妃之死，而实际上是想让我调查皇子的下落。他在密诏里也写明了，让持有神鼎的皇族血脉继承大统，这就说明他知道这个皇子一定知道神鼎的下落。如果这个皇子没有死的话，算算年龄，今年应该15岁了。15岁？
小蘑菇。之前我也这样想过，更何况陶公公当年也服侍过丽妃，但小蘑菇是个太监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于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小蘑菇他是个假太监，他没有精神。啊，嗯，此话当真？陶公公还刻意隐瞒了这件事情。这样说来，那就极有可能是了。糟了，如果六王知道他是假太监，会不会知道真相？你说这太后为什么忽然问起那个小太监？小太监在李手上。嗯，我的人在挖地道的时候被他撞到了，于是就把他抓了回来。只要太后觉得这个人重要，就不能放。这你倒不必担心，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，我也正打算把他放回去，到天目童身边当我的耳目。太后这么一说，正好来个将计就计。没想到啊，这大名鼎鼎的白巫师居然在我的牢里。你杀了我，给我个痛快，反正我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。杀了你岂不就成全了你？我有一个小朋友，他特别的恨你，恨不得杀了你。可惜啊，他的手艺不太好，每一针扎下去都不会扎中药，只能让你痛。小蘑菇，不要。你让宁妃张张嘴吧。不，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屠在铁木童那儿，他说，只要我不踏入中原半步，他就决定放了我。这是真的？你胡说！我师父最恨你了，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不行，你可以去问他。我去取术士。如果他知道我在这里，保不齐他还会来救我呢。你恨你最信任的人背叛了你，放走了你最大的敌人。我不想听你说话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，感情是最靠不住，靠得住的只有利益。就像你师父一样，有一天他走了，不会留恋你半分半毫。你还想成为那个小太监被人欺负吗？你还想成为那个窝囊的男人，眼看自己的女人死在自己面前而无力保护吗？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，我不想过那样的日子。只要你有权利，就可以得到一切，把欺负你的人都可以踩在脚底下，而本王就可以给你这个权利。你要我做什么？你去帮我监视天目童的一举一动，这样一来，你我就成为利益的共同体，要比感情牢固得多。小蘑菇，
菇，师父。小蘑菇，你没事吧？师父，疼。你慢点吃，还多的是。我偷跑出来的，我在里头一顿饱饭没吃过。小蘑菇，你看着我。嗯。都是我不好。雷吉，你这一次受到了伤害。今天，我向这残瓜发誓，如果今后再让你遇到险阻，我天目通，道法就不得精进。师父，你这么郑重其事的说，我还有点不自在。是我不好。是我不好，师父，害得你替我担心了。多吃点。爱恨的漩涡，谁破？